哎，开了，我真的太快了，换了流量，一秒钟就开了。相视相颦一笑，太想我了。嗨，各位。Hello。谢谢脖子疼疼疼的99票。晚上好呀，大家晚上好。哇，我真的，我用酒店的 WiFi 开了10年都没开完，然后我换自己的流量，一秒钟就开了。住的地方应该不太好。嗨，各位晚上好。还不错的。我为什么晚了呢？是因为我 P 了一下图。谢谢。快看我发的这两张，希望我的粉丝们都可以下载美图秀秀。然后点击里面的美化图片，点击里面的滤镜，拜拜。宝贝，你好乖。对，手把手教学。大家看这里的几张反图，应该都是有一些滤镜的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。都可以下载美图秀秀，看我调的这个滤镜是不是很青春很洋溢，很可爱，配上一张漂亮的小素颜，后面是荷包蛋的表情包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，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是豆豆子画的新图片，然后是一张漂亮的反图，P 了很多东西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向他学习。然后还是一张反图，我歪着头，一个漂亮的美女歪着头，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。然后是一个漂亮的美女在唱歌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滤镜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自己亲自调的滤镜，是不是很漂亮、很青春、很洋溢？然后又是我亲自调的滤镜，为了调这个滤镜，我还晚开了一会儿直播，因为真的想要调。然后就是有事儿吗您？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表情包，然后又是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我觉得这一张的蛋蛋真的很英俊，不觉得吗？然后就是荷包蛋要自己转小鱼干，然后又是豆豆子新画的图片，我觉得真的很可爱。这个不能算粉色吧，就是粉，我今天说什么粉棕。我希望我的盖浇饭们都可以学会调色，不是调色，你就调个滤镜就好了。美图秀秀滤镜点一下 ，OK。哇，谢谢喜欢好看的人呀，给杨冰怡投的9999票。我还没感谢呢，你的谢挺快。这个特效真的很久。谢谢喜欢杨冰怡。什么？原图更可怕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朋友们，我觉得我最近的妆化的又好看了，谢谢三月逢秋投的一票。对呀，你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都挨在一起吗？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吗？不然我还能跟谁住呢？哇，真的耶，我们加起来就是10000票，有吗 ？Hello， 各位，你们的弹幕停了。因为我刚刚接了个外卖电话，接了一个外卖电话，好饿，点了很多外卖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各位，喂喂喂，麦克风 check test。好笑哦。点了好多好吃的，嗯。刚刚有个粉丝说，我说我9999票怎么感谢？嗯。会有更多。哇，这就是霸道总裁式的粉丝吗？哇哇头啊，不是，就是我们，我告诉你们我们点了什么，我点了一个毛血旺，然后还点了什么我不记得了，还点了一个娃娃菜和粉丝，和就是那个蒜蓉粉丝，然后还有什么？
还有什么？不记得了。还有窝窝头，窝窝头，但是他说没有窝窝头了，只能换成荷叶饼。荷叶饼是什么呀，各位？明天肿了再说吧。荷叶饼是什么呀？荷叶饼。好了，我不想听你们说了，你们真有意思啊！谢谢疯子 AA 投的99票，谢谢。你们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吧？没有人还卡吧？要是卡的话，重进一下啊。好饿呀，然后。这种我觉得这种私房菜的这种店自己点就会很贵，所以就叫了大家一起点，王瑞琪啊什么的一起点，陈琳也点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转钱给我，催一催他，有没有人去陈琳房间催一催他？的确，哎呀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在那个剧院后台打算点那种三文鱼，一定要趁着三文鱼便宜的地方多吃一点。商城的泡面，哎呀，吃泡面可不行。吃饭就是排练之前吃了，但是果不其然，现在又饿了吧？饿死了，饿死了，我们都要饿死了。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，我被我的妈妈骗了，不是我的妈妈，我被我的妈妈饭骗了。附近根本就没有外卖，根本就没有外卖，什么都没有，好饿好饿呀。嗯，谢谢云云种草送的十个奶茶，谢谢。我告诉你们，晚上的时候打开饿了吗，这里面就是刚刚晚上只有一家店是距离4点多千米，剩下的都是10几千米，剩下的大概有5家店左右，距离13、14千米，剩下的店是1到3日内送达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我们就打开了美团，我们点那家店距离我们有5千米，要1个小时才能送达。嗯。真的好偏呀，听说即墨这里是有那种是比较中心的地方的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剧场非常的偏。谢谢 SZZZ 投的99票，好吧，原谅你了。真的好饿呀，现在越说越饿，刚刚想了一下自己点了些什么吃的，想着想着就更饿了。谢谢三月逢秋投的9票，谢谢。你们明天有多少人可以来青岛呀？谢谢三月逢秋投的9票，10票，谢谢你。11票，谢谢你。酒店对面的 Seven Senses， 你怎么吃小分队啊？我其实自己没有意识到。对。打车15分钟就到了，真的吗？我在撒娇呀，我自己没有意识到。可能因为在家里头，就是你知道我在家里。好，有家店叫734，真的假的？杨冰怡，我们附近有一家店叫 Seven Senses。So what？ 我可是迪木的。你就算了吧，你这没有地方叫迪木了，你就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是迪木是个很好的小分队，大家都非常的棒，非常的优秀。算了吧。就是。现在给我唱一首。算了吧。不要再跟我说话了，算了吧。
懂了懂了。因为我们时常会复活。懂了懂了。我们自己会自杀。顶木的复活是在杨斌的生日公演，或者袁一琪的生日公演，或者张琼宇的生日公演，或者张怡的生日公演。谢谢 MDMCM 送的奶茶。等我哪天我有钱了。不要来不要来，快走快走。触电乌啦啦啦，触电乌啦啦啦啦啦。可是你们顶木的歌好少哦。你们有什么歌 ？Fox。哇哦，还有呢？好听。然后还有触电啊，还有一首我就是我，其实也很好听。谢谢孙月月送的棒子。因为那首歌的舞蹈太难了，所以至今为止没有人跳。你生日公演立刻就跳，你的题目复活立刻就跳。谢谢哦投的一票，两票。很心酸，迪木的歌谁都可以跳，就是我们迪木自己不能跳。谢谢可爱喵家汉堡投的一票，谢谢没人起过的名字投的一票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七镜头纹染水草 X 奔投的一票，你这名儿真有意思，你直接取个名儿叫 Team X 不行吗？赞助，今天的书包是我们的道具，是我们三角函数的道具。我的课程表，其实对于我这种学生来说，课程表真的不重要。对于我这种学生来说，需要课程表吗？对于我来说，上课等于睡觉，休息等于吃饭。谢谢夕颜投的99票，谢谢。对，每天上课都在辛苦的排练生日公演，盖盖子梦游仙境，每天上课的时候都在梦游仙境。谢谢轮吹投的一票，谢谢 Hello 投的99票，投的100票，谢谢你。谢谢七镜头纹染水草 X 奔点点投的一票。谢谢正在赞美顾推神教投的一票，大家取 ID 的这个。这个起点都是从哪儿开始想的？就是当时有很多很多歌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确定说我们那边玩水，还有海边摩天轮，请问我们有时间去玩吗？别推荐了，别推荐了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精力去玩。就好像今天，现在会排练完回来，都已经累死了。即墨那个734蛮好吃的，真的吗？真的好饿好饿呀，周末外卖还没有到呢。我都说完了你才跟我说不用了。哎，骑手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说啥？看不到。你看一眼。那就得卡了。说不送了。不好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是这样的，商家对骑手说。商家对骑手说，饭做好了。骑手说，我在对面拿个别的。然后商家回，好的。然后我回，不好，快送来，饿死了。然后骑手回了一个发呆的表情。
静静晚上好，你知道水水为何跳我翻牌吗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我在这里回复你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跳你翻牌，但我会跳你，你真的好烦，你可以不要再刷屏了吗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不要理他。你干嘛？你抽了？谢谢无色投的99票，谢谢信天良送的奶茶。你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你很牛。他很烦，他一直在刷屏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刷屏。可能因为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大家想念。用我电台里荷包蛋的表情包回他，有事儿吗您？用我的第三张图回他，有事儿吗您？谢谢无色投的99票，谢谢。快，荷包蛋来了，荷包蛋，荷包蛋问他有事儿吗您？我那一刻看见了光。啊，你可以不用看见光。谢谢温来送的。他在染位这里也这样。真的吗？弹幕说的，我不知道。可以了，不要，对，荷包蛋回答的很好，不用理他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就好。谢谢想阳病医神器的富贵投的99票，谢谢你给我投票。你做的事儿有背你的 ID。 确实困惑。不是，我说不用理那个人。不用理，不用理，想看杨碧怡神器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完了，今年你就差这99票。谢谢 YBYB 八伯投的1票，谢谢我杨碧要下播睡觉投的9票。你跟你说完了啊，赶紧。谢谢想杨冰冰神器的西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杨冰冰神器的熊猫投的9票，谢谢想杨冰冰神器的大眼投的1票。你的粉丝来团建了吗？谢谢杨冰冰的人投的1票。你的粉丝来团建了，谢谢养了只小歪投的1票，谢谢想杨冰冰神器的老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想杨冰冰神器的海上什么什么投的1票。天哪，这就是水推吗？好大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想杨冰 YBY 神器的天行什么什么投的1票。谢谢你的粉丝好大方，谢谢柚子的救命。谢谢谢谢想 YBY 神器的浮光投的1票。谢谢水推来我这儿投的1票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在我这儿投的1票。朋友们老板糊涂啊，老板糊涂啊。谢谢小 YBY 神器的睡布什么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小杨冰神器的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勇敢的心投的9票，谢谢小杨冰神器的王小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取名字好难投的1票，谢谢柚子投的1票。糟糕，老板糊涂啊。谢谢魑魅魍魉投的1票，等一下，谢谢 YB 八部投的1票，谢谢神这个大眼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信天良投的1票，完了，可以了啊。啊，谢谢凌空龙飞叶投的1票，谢谢霹雳熊猫投的1票，你别烦我，没空理你。谢谢想要变神奇的小什么投的1票，谢谢芸芸种草投的1票，谢谢想要变神奇的小羊投的9票，谢谢你啊，谢谢陈小塔投的1票。你的粉丝是想累死我是吗？哇，我跟琪琪现在加起来1000票了，好。谢谢想要变神奇的陈颖投的1票。谢谢全糖大白兔奶糖投的1票，这就是水推吗？谢谢打不倒的小神童投的1票。啊！我累了。
真有意思，谢谢 YBY 的水枪投的一票，谢谢各位水豚们，你们还是给杨冰怡投票吧。别来累我了，别烦我了，快走，快给我走。谢谢 Starter Gutter 投的一票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投的票哦。又给我泄饿了，好饿呀。哎呀，好累啊！朋友们，财富密码找到了吗？哈哈，谢谢我杨斌要下播睡觉送的9票。对，谢累了。我还点了什么呀？我想不起来我还点了什么了。嘿嘿。谢谢柚子老板，投的9999票。谢谢柚子老板，哎，怎么投9999还可以留言的吗？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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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柚子老板，谢谢柚子老板。你当然要谢了。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。祝老板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哟、哦！祝老板天天开心。然后祝老板，祝什么呀？你快帮我想个祝福送给他。祝你新的一年。这就新的一年了。总选过后就是新的一年了，是吗？三文鱼自由。祝老板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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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懂阿爸阿爸。祝老板也可以收到好朋友粉丝投的一票又一票。老板需要投票吗？谢谢。学徒小张一票。谢谢刚刚小卓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。好啦，谢谢柚子老板哦，然后也谢谢大家投的票，谢谢大家。祝老板来青岛看得开心，好吧。啊，真的好饿呀，越等越饿。哎呀，青岛的海鲜是不是真的特别好吃？青岛的三文鱼啊什么的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我看到青岛的三文鱼比上海的便宜好多，便宜了至少有20-30块吧。拉黑没有用，朋友们，你不要理他了，因为我已经跟掉。野馄饨是什么呀？野菜做的馄饨，是吗？等新版再更新了，就没有办法用模拟器。青岛不产三文鱼，不知道啊。哦，就是野生的馄饨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路边野生的馄饨。酒店的自助我不知道，哎，没有关心酒店的自助啊。不是，不是什么来着？活的海鲜。我其实对海鲜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吧。我其实没有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海鲜，我想一想我喜欢吃什么。不过我跟你们说，海肠子是什么呀？路边吃那野馄饨，嗯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
不理你，你说啥了？不理你。我也不知道海肠的是什么，哎，但是这附近的确有好多小龙虾哦。啊，就是小馄饨，说不定我该翻牌了。我想一下，我咳嗽了，对，刚刚一下子太激动了，但是还好，我很聪明，我把我那个咳嗽的药带过来了。不是，我今天要过期的翻牌我都翻完了。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发语音翻牌吧，好吗？语音翻牌我肯定可以回得很轻松的。但是文字翻牌打字真的好累呀。我很聪明，我带了那个药。谢谢一名睿智的披射玩家投的一票。继续说海鲜，我谢谢东尼桑投的一票。语音转文字还得改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小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吃那些海鲜，不太喜欢吃鱼什么的。然后我结果现在bug， 但是现在是不是视频翻牌会有 bug 呀？哎，我还没有，不要打断我，我还在说海鲜呢，你们能不能让我把海鲜说完？就是我小时候非常的不喜欢吃鱼啊、虾啊、蟹啊什么的，这些虾兵蟹将我都非常的不喜欢吃，鱼也不喜欢吃，我小时候只喜欢吃红烧的鱼。虽然我现在最喜欢的也是红烧的鱼，但我现在吃就是还喜欢吃烤鱼，就是鱼吃的鱼就多了，长大了现在口味真的变了很多，然后我也好想吃一吃大螃蟹，大螃海，好想吃那个，好想吃帝王蟹，吃那种巨大贼大的那种螃蟹，好想吃啊。然后虾的话，现在也很喜欢吃小龙虾，但是那种正常的那种虾，那种就是做菜的那种虾，也没有特别喜欢吃，也一般。但是我觉得人的口味真的会变哎。但是我还是不会剥螃蟹。我发现吃螃蟹我不太会剥。天哪，不要再说了，让我想到了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年过年我回我外婆家嘛，然后外公给我做了一个那种凉的那种螃蟹，然后我从来，我以前，因为我以前真的从来不太喜欢吃螃蟹的，然后结果现在长大了之后就吃了螃蟹，然后呢那次回老家，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年过年？对对对，应该是，哎，是醉蟹吗？不是醉蟹，可能是那种腌螃蟹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道凉菜，然后我那天尝了一下，我的天，好好吃啊，超级好吃，我觉得不生吧，哎。好像有一点生，好像是有点生的，然后是那种凉的，是一道凉菜，然后就是那种螃蟹还挺小的，然后呢那个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蟹黄，然后我觉得好好吃，我就吃了好多好多，当晚第二天我就上吐下泻，天呐天呐，想起来就是去年吧，不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嘛，结果我吃出了个肠胃炎，还发烧了，把我外公外婆吓死了。好像就是去年过年，天哪，让我回想起了去年的恐惧，那是我第一次回我外婆家上吐下泻，这个啊，就是因为螃蟹吃太多了，就是也没有注意，我妈他们都没有注意，我就自己吃了好多。真的，甚至真的是以前不知道这螃蟹这么好吃，你看一下子把孩子给饿坏了吧，把孩子给馋坏了吧，一下子叭叭叭叭叭吃这么多，我妈他们都没有注意，我就吃了好多，结果立刻
上吐下泻，然后立马的发烧。我感觉不出来了。把我外公外婆真的吓死了。谢谢你舅舅。是真的把好几年份的螃蟹都给我吃完了。而且我觉得我这个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这个人本身体质就有点偏寒吧，所以我感觉我其实也没有吃特别特别多，我就是可能吃了三四个的样子，我就不行了。真的好惨，吓死了。很多了吗？不多吧，才三四个就很多了，不会吧？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吃更多的，那个螃蟹真的好好吃呀，如果我的肠胃，我可以有一副金刚不坏的肠胃该多好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那么我可以吃一大盆子螃蟹。生腌蟹应该哎吃的吧。谢谢风景与你一样好投的九票十票，谢谢。哎呀，不会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怕吃东西会变胖，因为只要心怀诚意的吃食物，心怀诚意满满。诚意满满的对待食物，就不会长胖。还好啦，其实我就抢了他一个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真的真的真的。诚意满满的对待食物，就不会长胖。好饿呀！我的毛血旺什么时候到？减肥少吃了多少肉，可是有的肉不会变胖的吧，就多吃一点鸡胸肉啊什么的，对吧，然后那种好像那种什么瘦牛肉啊什么的是不会变胖的吧。我觉得哎呀怎么又改口了，鸭肉羊肉海鲜牛肉都没事吗？天哪，我真的，你们最喜欢吃的肉是什么肉啊？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肉还是鸡肉，我太爱吃鸡了。真的，哎，我也觉得这就是我这么喜欢肯德基的原因吧，因为肯德基的鸡肉真的很好吃。人肉，哇哦，老板，真是好品味呀！老板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哇，好有品味哦，哇塞，真的是，快报警快报警，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，快报警快报警。谁对啊，谁发的语音弹幕啊，刚刚谢谢三月逢秋投的一票，谢谢。我可以知道，我想投的十票，谢谢。我知道了吧，然后等等。夫妻肺片是夫妻的肺做成的片吗？是夫妻的肺切成片吗？还有什么？老婆饼是把老婆压成饼吗？煲仔饭是把崽子煲成饭吗？这不是驼背，这是战略性弯腰。人头饭，人头饭是什么饭啊？
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更饿了。更饿了，更饿了。不是，我不是对人头对人肉想饿了，我只是单纯的肚子饿，不要想太多。凑人头的饭。摩拉古。好饿，好饿呀！我翻完了。每天的闹钟，我的外卖到了，刚刚接了个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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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声音了吗？有声音了吗？有声音了吗 ？Hello Hello Hello， 既然有声音啦。那么拜拜，我去吃外卖了，拜拜，晚安。外卖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Good night。嘿嘿嘿嘿嘿，不欢迎难民水推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们的外卖到了，我们要去吃外卖了，好吧？我们明天青岛。和一部分朋友见面，好吧，谢谢小 YBY 神奇的老什么什么投的一票。好啦，去吃外卖了，各位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拜拜各位，谢谢菜菜投的一票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